十字。嗨，小伙伴，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汉字卡片，看。扑，泼污扑。火，喝污我火。扑，火。我们先来学习第一个汉字。扑，泼污扑，泼污扑。小伙伴，快想一想，它像什么？认真看哟，我要开始变魔法了。小伙伴，你看出来了吗？别急，睁大眼睛，再看看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看扑这个字呀，就像是一只手扑向一个人。神奇吧？小伙伴，掌声在哪里呢？扑通常有冲的意思。扑火，爸爸和叔叔在扑火。哇，汉字真神奇。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个汉字吧。火，喝污我火，喝污我火。小伙伴，快想一想，它像什么？认真看哟，我要开始变魔法了。小伙伴，这一次你看出来了吗？别急，睁大眼睛，再看看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看，火这个字多像一团火呀。神奇吧？小伙伴，掌声在哪里呢？立通常有站的意思。扑火，爸爸和叔叔在扑火。哇，汉字真神奇。嘿，小伙伴，今天学习的两个汉字你都认识了吗？跟我来变。哇，一起大声读，让我听到哟。扑火，再来一遍。火，哇，汉字真的很神奇呀。小伙伴，志向还有好多好多更有趣的玩法，快去看看呀。志向阶梯想象十字卡。志向极速识字 APP。我，你就扫扫我，让我陪你一起长大吧。